我喝点水。我的时间快到了。你不在这里，我水都不敢多喝了。怕上厕所。有的水没有了，你要记得包括过去哦。对，要送过来啊。知道了。我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刚刚范哥去上班了。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他找了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，在我们赣州8小时还有5000块。其实我视频说的不是很详细，也不是真正的8小时，是8至10个小时左右吧。还有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他也有休息日的，所以要看实际情况吧。但晚上是不用加班的。按他自己的话来讲，累并快乐，风险系数也比较高。一个人看店也不能不喝水。没两个。老人家都是抽10块钱以下的烟，刚刚这个大叔是有退休工资的。你帮我堆好了啊。两个蔬菜。这里还有一个汤。我吃的饭。现在没时间管他们俩了。现在妈妈没时间管你了，你吃了几碗饭？一碗。和两碗汤。给妈妈添衣物。帮我堆好一点啊。接几个粽子。闺蜜来送温暖了。哇，提前过端午啊。这种是甜的，红豆的。哇，我口水要流出来了。然后这种是肉的。走了哈，我瞅个子。不要。现在啊，在那边。车在哪里？在对面，车子在那边。你不能停，会罚款。不坐一下吗？不要，再见。等一下倒回来啊。小心啊。蛮好吃的。给你。老妈又过来了。拿了什么啊？买了这个，刚才端上这，给我这包子。哎呀，又带吃的过来。哎，是个榛子的，老姐拿这个。榛子俺拿，这个都买。给你这个。别凶就，就三个鹅啊。三个。哎呀妈，两个蛋糕。嘿，十个蛋糕。嘿，老弟啊。俺能尿得住没？哎呀，倒一下，赶紧倒一去吧，老弟。老妈就怕我明天没菜吃，赶紧送半只鹅过来。说这个鹅是乡下买的，他们那边吃了一半了，然后又送一半过来。干的，这两秒没事。啊。这是那个美都吗？哇，这么大一个！这些就是我的，有纸箱装的是我的。今年还是第一次卖西瓜。老妈，你一来就赶上活了。那头可要没了修。咱们个布的早个布的嘛，泥巴的还在。主力军回来了，这西瓜都是我们搬过来的。妈辛苦了，我也辛苦了，你也辛苦。这个酒抓到这里来了，我也在为了救钱。今天多借了多少钱？1亿。500。1亿。1000。妈，明天过节了，哎呦。再拿一件马袍，手提得到，可以可以。现在送老妈回家，很晚了，明天又是过节。啊，放掉了是吧？再拿过来。快去把它搬过来。喂，搬过来。哎，搬过来，咱们这里，哎，这。拿到，放到这里，这里都。那我回去了。回去吧。